上分上分，都七颗星了，别打了，好兄弟，睡觉吧，追不上的。十八九，不行，慢的，不打的话，到十二点钟。够了，够了，放心吧，够了，稳够。身体重要，知道吗？我他妈熬那么久了，他妈的还差这一点时间。明白吗 ？KD 是多少？兄弟 ，KD， 哎呀，他妈有追月就好了，追月就帮他上去。干他妈打小打死他，把这鸡巴小厨打得我他妈的快抑郁。我背着，追月是他的，哎，等一下，应该有吧？应该有。妈，单号单号，刚解锁的单号能打吗？能打吗？刚解锁的厉害单能打吗？苹果转句号。没人三皮一吧，怎么样？这兄弟四十六、四九、四六也不是，还是努力的打，快干！都是竞争对手啊，你们现在严死一个都是啊，你懂的，你往上上一名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反向上，我目标是六十分的，我现在上到了四十六了。妈的，晚上我不要休息我了，我不要休息我他妈八星了。好你个弹珠人海啊，逃得过我的法眼吗？睡了回家，还以为可以封神了，结果他妈追分追得好快。我操，着了着了着了！我他妈输的不稳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着了，兄弟们，他哥的明天下午五点有。他妈的最后一个小时，嗷嗷加分！我的预算应该是他妈的四九五零，四九五零应该可以了。明天下午五点有他哥单排比赛，我操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各位特种兵，我以为是二十四号，我报了单排，单排二十三号。谁知道呢？我说他妈的，哇哦！都嗷嗷上的快，你看像这些他妈的，像我们这种他哥的，都得嗷嗷的晚上他妈多打一点，你们怪不得上榜数据都那么高。不是他主要是风长得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他长得慢一点，我就不打了，早的我就不打了。对啊，他妈的，一下子就追上。现在上榜多少？是十二分。十二分了，我的干，妈这么快。对啊，我本来对呀、啊、，PSI 的单排比赛。